天啊，帅不帅？我可以跟你一个拥抱吗？天哪，不好意思了，我作为主持人就是有这样的这个优待。王一博先跟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好不好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一博。哦，好，想问一下一博，你平常有直播吗？会直播吗？我单独的直播次数还挺少的，之前有跟队员们一起直播过。哦，你直播的时候都会跟一些粉丝聊什么呀？那一次第一次是我第一次直播，然后就不知道在干嘛，就不知道该干嘛，然后就聊天吧，就是是不是直播的时候都是让你的粉丝来找话题？基本上他们都问，然后我来回答这样。对，因为之前在网上我看过一个小的一个小故事啊，非常有趣，说王一博直播的时候隔五分钟就跟那个粉丝说，快找点话题我们来聊一下，我们来聊一下，然后那个粉丝就说，哦，你就不用那个什么聊天了，你只要美美的当一个美男子，然后我们在旁边静静的看着就行了，然后嗖五十分钟就过去了，大家就要静静的看着你。上次差不多是这样吧，应该。好，那你平常除了做直播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兴趣爱好吗？我爱打游戏啊，然后爱骑摩托车。哇，你还爱骑摩托车？对。那你平常都会在哪里骑摩托车？我会去赛道上骑。哇，好厉害啊，就是专业级的那种选手。也不算专业级，就是爱好，业余。Okay， 业余爱好。平常会打一些什么游戏啊？很多游戏，基本上都玩。好，以后粉丝记住了，可以跟王一博一起来玩游戏，好不好？好，因为呢，我们就是很多我们平台的主播，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像你一样，然后今后呢，也可以成为一颗闪闪发亮的星星。所以此时此刻想问一下你，可不可以给我们平台上一些很优秀的主播，一些有潜力的主播一些建议或者一些鼓励，他们非常需要。我本来就不是做直播跟主播这个专业的，我也不知道该跟什么。给什么建议，但是我觉得要多有意思一些，多就不能让时间停住啊，然后多要就充分利用时间，然后不要让整个气氛淡下去吧，我觉得就整个节目或者是自己说的话就要多有意思，多有意思就好了。好，不要像我一样。谢谢。好，这样。